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继续本期的游戏进度。上一期我们必须要到密西迪亚镇，那密西迪亚镇在西南方的大陆上。我们先找我们的船好了。OK， 在一开始的反叛军基地那个城镇。卡伊的斧头没有换好一点的，对，刚应该在飞鹰城镇看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武器或装备，回去看一下好了。黄金的哦，盾牌我不需要。所以密营再上去就是黄金。没有，凯伊我是用斧头。
补给完毕。二代地图算小的，只有一张世界地图而已，不会飞来飞去，跳来跳去。魔法师之村终于有了力量法杖、火焰枪，这样盖伊就比较强了。不然他超弱，因为在一些山洞啊，是开不到好的斧头武器的，开到了好的武器都是剑，所以对盖伊来说，他拿斧头很吃亏啊。
这个互换之术可以学来练功用，就是你去找那个等级低的怪，然后等下放这个东西，你的 NP 和 HP 就瞬间变很低，然后就会练很快，再回村补血。但我应该不会想要练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法术吧。这样吧，OK， 白色面具解决。刚刚我们在图书馆有在查资料，查到黑色面具。这位他说，黑色面具在南方的一个小岛。那我们就要去南方的小岛。我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欸。糟糕。
搞不通。自动恢复了，还好。哇！先出这个内海，到了外海，我们再往南方走。我只拿重要的宝箱。
这种怪不好打，我可以逃跑。省一点时间吧，走不掉，好，走掉了。卡一终于变强了。换了两把新武器之后，这里有两个商人可以买东西，不过没用。结果我们要回到刚刚的 B2， 不知道他怕什么？哦，怕电。冰不怕。死神像不知道干嘛的，好多老鼠。算好打的。不要放异常状态的法术都蛮好打的。
准备打 BOSS， 但是这个 BOSS 不太强 ，BOSS 战不太强。OK， 拿到黑色面具了。咱们直接离开这里吧。逃不掉，没办法，再慢慢打。物理伤害对他没什么用。
OK， 到了这个密西迪亚洞窟，待会先睡帐篷，回复一下 MP， 然后做个记录。小屋，好的，那这一期先到这边好了，我们下一期再来挑战这个洞窟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哈姆的游戏频道，请您按下 YT 的订阅以及订阅的小铃铛，感谢您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